到周末假期最后一天，气象局就表示，今天水汽减少，西半部地区大多为多云到晴，只有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地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雨。北台湾以及花莲白天的高温大约是24到28度，一整天感受偏凉。中南部日夜温差比较大，明天开始东北风减弱，一直到下周三之前，各地大多都能看到阳光露脸，只有东北部以及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。中南部的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雨。